听说了吗？啊，小林子回来了。哎，他说他好像看见四阿哥了。是吗？真的。哎哎哎，来了来了！哎，怎么着？看见我就不说了？想必是说什么不好听的了吧？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？是在议论哪个阿哥呢？说。回贝勒爷，汉侍卫小林子刚从老家回来了。他说，他在老家好像看见了四阿哥了。什么？谁？四阿哥？是。而且好像还有一个人是哈哈兰出色，我们都不信。这不，正说这事儿呢，您就来了。小林子在哪儿呢？前面呢。 我跟你们说，这事儿可牵扯到四阿哥。现在宫中谣言甚多，我问你们，小林子都跟谁说过这事儿？刚回来，也就跟我们说过。嗯，记住了，不许跟任何人说，要不然你们的脑袋我一个个砍下来当球踢。是，死也不说，死也不说。 贝勒爷，免礼，关门。小林子，是家里回来了？家里还好吧？家里很好，就是老娘不太好，不过吃了药了，已经好多了。我听说你在老家碰见四阿哥了，有这事儿？正要跟您回呢，我看的真真的，是四阿哥和哈哈兰朱色。 可是，他们怎么到那儿去呢？这事我也不明白。小林子，你惹大麻烦了，你现在犯了杀头的罪。我怎么了？谁都知道，最近宫中谣言都说四阿哥怎么了，可是四阿哥只是泡热汤去了。你现在可是麻烦了，自己死了不说。 还连累着祸害别人，贝勒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贝勒爷，行了，这事儿你到底跟多少人说过？就两个人，他们跟没跟别人说过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不过是上差事的路上说的，应该没对别人说过。哼哼，啊，这样就最好了。这样吧。 我可怜你，你呢，就赶紧的走吧。差事就别要了。我这差事我怎么能不要呢？那你就是要送命了。我，贝勒爷，我不乱说了，行不行？这谁敢信呢？我家里还靠着我这点俸禄。别说了，这些事儿你就别再说了。来来来来。 你先坐下，坐下。咱们吃点喝点，再聊。嗯。没想到，皇上还真有这个念头。哼，梁鼎如这个老匹夫。 他比朱新仁好不了多少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没什么现成的办法，难不成去他们家里把他杀喽？有人来了，谁呀？洪生来了，他来什么事儿？我这可是大事儿。哦，免了，有人发现老四了。什么？什么？秀慈里。 还真回来了，他怎么知道现在皇上不怪他？难道他一开始就没走？是个侍卫在家里看到的，这可糟心了。哼，我已经解决了。什么？洪生，你真是疯了！宫里一下少了个侍卫，这算什么？还不闹起来？哼，小事情。 人是给杀了，已经拉到城外去埋了。
没事儿，我在宫里弄了场不大不小的盗窃案，就是他盗窃之后逃走了，还不文书发下去，永远也抓不着。想不到贝勒爷如此雷厉风行啊！可是这事儿要查起来，查起来，宫里这种事儿又不是第一回了，会查，但必定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 算了，这事儿就当我没听见，我也不想听了。就这样，我走了。哎，王爷，那么差事那事儿您看，行了，都闹出人命来了，可别算是我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哎，王爷，哎，王爷，您着什么急呀？王爷，好歹也出个主意。哎呦，王爷，劝您呢。哎，王爷，王。 哼，这哪像干大事的样子啊！这都吓成这样了，算什么事儿？哼，天师傅，您说，我错了吗？错了。可是，真要把老四找回来，那可怎么办？你错不在弄那件事儿，错在不能跟他和我讲。你只要一说，那就是大麻烦。这有什么呀？ 君子远庖厨，谁都乐意白得好处，手上别沾了血腥。王爷更是这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事儿啊，你也不要想了。既然做了，难道还要自首去？只不过以后这种事儿做不得。田师傅，您说说，我该怎么办？ 现在就简单了，你也不必想了，赶紧把事情抹平。以后呢，请你别到我这儿来了。嗯，都还像样。哎，我从前打南门带回来那串珠子，怎么不放进去啊？王爷，那可是您的心爱之物啊！放进去，一定要放进去。 你放好了，就给梁师傅送过去，说是我的一点心意。是。王爷，省了麻烦吧。 王爷好兴致啊！前一阵子，为了老四的事，我每天是忧心忡忡，尤其是老四走那几天，我简直都快呕血了。可是现在，我想通了，王爷开脱了吧。 是啊，人强，强不过命，天妒英才呀！我跟你说，造化弄人，造化弄人呐！如果老天爷把一个人生的不同凡俗，就总得在他的命里打上一点不痛快。 把你拉成个寻常的命，就说老四吧，多好的人，多好的人才，可就是那么一点想不透。所谓的至性、至情，可就把他给害惨了。 可我现在得意了，我有机会整整田体刚和老三、老五了。我要把梁师傅扶上尚书房总师傅的位置，这样，他们怕是没好日子过了。王爷心情开脱了就好。
哎，你好，我最近突然有了些游戏笔墨丹青的兴趣了，来看看我的这幅山水如何？ 王爷，奴才不懂。你不懂？来，看看我这幅《独钓寒江雪》，这钓翁的意味，就是我现在的心境了。自从老四走了以后，我就没什么心思在朝堂了。我来，就是说四阿哥的事。 别胡说了，四阿哥有消息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听侍卫处的人说，有个汉侍卫叫小林子的，从家里回来，说是在家里看见四阿哥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去找那个小林子。可是他偷了宫里的东西跑了。跑了？怎么会跑了？您说这小林子，他早不偷东西，晚不偷东西，他偏偏现在偷东西。 王爷，我刚说了，这就是命啊！我还是画我的吊翁吧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 妹妹，四阿哥有消息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请回王爷，就说富察家的人拜见。您稍等。我哥说的事儿您都听说了吧？我不但听说了，就连小林子的籍贯都找出来了，是关外的一个地方，齐家窝棚。那请问王爷还等什么？赶紧进宫吧。这不可能。 请问王爷是为什么？王爷难道不是四阿哥的朋友吗？王爷也不想想，这马上就要到冬天了，谁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？谁知道他们？冬儿，你慢慢说。阿玛，这还能慢吗？晚一天不知道又要出什么事情了。我原来以为，他们只是离开京城，没了剑，碰到事情也就回来了。 可谁知道，他们真的一去就再没了音信。当时我还帮他们跑来着，他们真出了事儿，岂不都是我害的？不可能是他们。为什么？那种苦寒的地方，他们怎么受得了？王爷，四阿哥是什么样的人，难道您还不知道吗？那么多的罪都受了，难道还受不了苦寒吗？ 他们必定是往苦寒的地方跑了，所以才找不到他们。更衣，你们在这儿等消息，我立刻进宫去。万四爷，万四爷，有家鸡文书到了吗？不是。 说是有四阿哥的消息了，要禀报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叫啊！这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皇上，玉璧，怎么老四有消息了？是，臣道听途说，听到了点四阿哥的消息。你快说，是怎么回事？冬儿，够了吧？我怕四阿哥心疼奴才，自己不舍得穿。 好了，人家已经在门口等着了，快点吧。好。哎，哎，记住了，一路上快点。啊，是。车呢？哎，端儿，你要干嘛？你也要去啊？阿妈，家里的事儿我一时管不了了，我要跟王爷去。大姑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我骑马过去，若是跟着一辆车，那可就慢了，也许找不着四阿哥。
您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慢慢跟着。这不是办法，一来前后牵挂着反而不方便，二来皇上还是不让惊动太大，所以咱们还是别节外生枝了。我妹妹你就放心吧，王爷和我跟四阿哥什么交情你也知道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拜托了。放心吧。撤撤。醒柱子。醒柱子。哎行了，别行李了，赶紧的，叫五阿哥。这皇上你不是开玩笑吧？我哪能跟您开玩笑啊。洪生啊，你好蠢呐、啊、我的爷，我这可都是为了您。我知道您有担承，不像三阿哥一脸的豪横，可是碰到了事儿拿不起来担不住。你干嘛不把知道的消息都弄掉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该怎么办？躲吧，你赶紧躲起来。你想想，侍卫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能逃得了责罚吗？那我往哪儿走啊？我要是你，就干脆一死了之。你说什么？你想想，你死了，别人还当你是因为出了盗窃，所以内疚而死。你要是活着，那你就有受不完的罪。五阿哥，我就落这么个结局啊？也只能是这么个结局。你要再晚走两步，我也许派人把你绑了。爷，有人来了。好了，赶紧的，从后面走。这。田师傅，哎，洪生呢？没办法，先躲起来了。哎，时也命也，谁知道四阿哥会再有消息？洪生这个蠢东西，既然干了，为什么不干得彻底点？蠢！爷，您还过来吗？射箭，射箭，又不到军前打仗，射什么箭？来人呐！来人！王爷，咱们怎么知道这药铺的人能有四阿哥的消息的？那个慧茹走的时候那么虚弱，如果他在附近的话，怎么会不给慧茹抓药？他如果在此地，必定会来过这里。谁呀？这都下了板了。嘿，我说你们谁呀？闭嘴！这个药铺子就你一个人？还有一个。坐堂大夫，是打南边刚过来的，没地方住就住后边了。还叫出来，快点！哎，大夫，大夫！几位贵人，出了什么事了？我问你，你可见过京城口音的两男两女？是来过。就是那天小林子还追出去了呢，问什么大哥。二哥来着，现在人呢？那三个人他也不像是坏人呢。您二位是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有问就答，答晚的话，命就没了。其实他们那天也没抓药，小林子刚有认出来他们的意思，他们就急忙忙的走了。那他们去哪儿了？他们住哪儿？这可就说不清了。不过啊。他们可能就住在这附近山上，因为那天他们来啊，带了好多皮子，都是此地山上野兽的好皮呀。不必说了，赶快带我们上山。王爷，这么晚了上山呢？王爷，我也心急，可是此时上山多半会迷路，不如等天亮再走。
给我搬把椅子来，反正也不想睡，就坐等天亮吧。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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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。这。玉。这么大片山，此处山虽然不高，可是里边深着呢。王爷，咱们还是到县里，让县里征调民意吧。不必了，你想，皇上不想大肆张扬的意思，就是想给萨格留个退路，咱们更不能毁了他。对了，你说那个卖皮子的哑巴在哪儿？这倒怪了，这哑巴住这很多年了，可是还真没人知道他住哪儿。想必是要翻过几道山才能找到。王爷，咱们这可是胡来了，就咱们几个人，如何能找得到？咱们分开往前找，到那个山顶聚集。王爷，走啊！王爷，咱们还是先等等吧。我常跟着先皇打猎，我知道山里不比平地，可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都给我去找！请。爷，谁要是不服您，那可真是瞎了眼了。您可真是太厉害了。蓝珠子，哎，你也学学。我就甭学了，您不是学会了吗？咱们不能一直麻烦单大爷。哦，那咱也来一个。来一个。嘿，我去那边。弄好了，行了，咱们赶快回去吧。哦，我们爷啊担心我慧茹姐了，我们要先回去了。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哎，我们走了。爷，咱们准备的吃的用的也都够了，您还这么辛苦的下兽夹子，这用得着吗？慧茹的身子，我看，哎，到了入冬再不行，就是不回京城，我也决定下山去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也真是奇怪了，一个您让他走，一个他让您走，你们就不能同时回去吗？他不肯跟我走。我懂，他让我走，我也懂。哎，还是我和迎春好，我们俩到哪儿都一样。什么到哪儿都一样？狗奴才，又嚼什么舌头呢？迎春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，把慧茹自己留屋里啊？放心吧，有牛大妈陪着呢。那咱们也赶快回去吧。哎。哎，姑娘，我说句心里话，
我看着你们四个玉石似的小人儿啊，我这心里啊高兴啊。我和你单大爷在林子里啊，说好也好，说闷也闷，我们巴不得你们不走啊。可是你看看你这身子，我还是要劝你回京城吧，家里呀，也许就不生气了，不会怎么你们的啊。好好求求，天下的父母心没那么狠的啊。我是绝技不走了，我呀打算跟您在这儿住一辈子了。哎呀姑娘，你要是个身体强壮的姑娘，说这话我立刻就收你做干闺女。我怕你在这林子里，我怕你不知道这林子的冬天。走吧啊。我是高低不能跟他回去的，他要是自己回去，他家里还能抹缝刷墙的把事盖过去，可是我要跟他回去的话，那他可就……他能有什么？他又不是亲王阿哥，跟一个女子跑了，回去不也就回去了吗？哦，我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啊啊啊啊啊！老四，你给我出来！干嘛呀？吃饭了。你是宝行四单大爷，您怎么问起这个？有人找你。老四，你快出来，出来啊！我带你回去。你们这些人呢？古怪，小王爷来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。慧茹，你别这么说。蓝珠子，迎春，你们先出去，我和四阿哥有话说。哎，哦。四阿哥，你还要我说多少遍？我这辈子有你这么敬我，这么待我，我就是现在死了也是笑着死的。更何况我拖累了你这么久，我再也不能拖累你了。慧茹，
你别再这么说了，四阿哥。我反正是立了一个宗旨，我再也不打算糟蹋你这么一个天造的英才，四阿哥。你不必说了。 你到哪儿，我就到哪儿。四阿哥，这天就快亮了，还不快去找你小叔叔？他要是真的迷了路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 老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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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叔叔。 丹炼好了，是。放这吧。皇上，这丹可是……哦，朕知道了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 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你旨吧，让齐家窝棚附近州县，得旨立刻派兵和服役，全力协助云弼。好了。
各位阿哥，今天就先歇歇吧。朱师傅，我有话跟您说。啊，好，走。朱师傅，您可知道我四哥有消息了？这不可能吧？是真的，小叔叔已经带着人去找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我也听得不真切，反正已经走了。发下去吧。臣告退。万岁爷，尚书房朱师傅求见。叫吧。这。叫尚书房朱师傅。吾皇万礼吧。皇上。四阿哥可有？朱新人，你消息倒快呀！皇上，臣想请旨前往关外四阿哥藏身的地方。你连他去了关外也知道？臣不知道，可是臣记得当年四阿哥做地理志的时候，曾经专有一篇是论逃亡之人的逃亡之地的。他提到关外的所谓窝棚，都是逃亡人聚集之地。臣在想，如果有四阿哥的消息了，大概应该是在那地方。你说对了。好了，朱新人，你下去候旨吧。臣，你下去吧。臣告退。小心点儿，慢点。大爷，大妈，哎，这位是我的小叔叔，小叔叔，这是单大爷，牛大妈。啊，老四多亏两位照顾，多谢了。这位小叔叔，你是来抓人的吧？抓人？是啊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他们这一对小夫妻呀。我再没见过比他们更你疼我，我疼你的了。老四，你们这对夫妻，这……
老四，你干嘛去？爷，不行，我得找慧茹去。这么大的林子，你往哪儿找啊？找不到，我就不走。好啊，老四真的找着了，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说这是慧茹的。不好，我不走。你们都走，你们都回去，我一个人留。